我其实很好奇，他自己说的那一个跟我想的那一个是一样的东西吗？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呢？还有哪个？西瓜战二嘛，对不对？快来，快来，不是、啊，不是西瓜生存吗？抱歉。我觉得难度，对，要等一点一个，你要跳伞的那个、啊。好，来。走走走，我们是 C 血鬼，哇，又是姐妹，来恭喜你，放在箱子。哎，箱子是什么？游戏介绍书，好，游戏介绍书。有偷钱，有人偷钱，有好多钱。我要空手出门了。为什么还有青色陶土？你刚刚在封，好多好多钱。你们用大钱赚大钱。出门闹出去！你们有多了钱吗？我想要三块，我想买斧头。我刚刚捡了三块，然后又不见了。杰瑞是去上厕所了吗？他剑比较爽。我跟你们讲，嗯，要等钱。知名。讲。快我们玩他们啦！待会。哎、他才三个硬币而已，难怪那么好玩、啊。真的。可是那个要一直放才强。等一下，我就要一口气换二十个，然后狂放。我刚干扰到他们三秒，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走。哦，我一开始就血之獠牙，好快哦！跳。哎呦，我掉到水里了。哇，那个来三塔刺激。好。哇，来不及了。走喽！三个人，站不了了。啊，那个其他血，其他血，真主拳头这里。喂，真主拳头，有解决，还有，我来切西瓜，头上有西瓜的切西瓜。砰砰砰！OK。然后他们会不会意见不合啊？没关系，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哎。哦，就是。哦，所以他变身只能有一个人。哦，啊！真主召唤！喂，跳忍者，跳忍者，我砍爆你！喂，阿卡丽，真主召唤！不要高！哎呦，我现在完全感受不到真主，因为血之獠牙就会加速。哈哈哈！然后他们的一塔我占了，一塔占了，六秒。二塔我占了，侵蚀他们家，彼此凋零不了彼此，好可惜哦。嗯。没有办法放烟火。这里可以吗？哦，有了！哇，他们家全部都被我们攻陷了。好、哦，吸血鬼还有一个新技能呢、啊，就是他会随机有两个吸血鬼变强。没事，这么酷啊！等下来有獠牙嘛？哎呀，差点掉水里去！别跑啊！又一个，喂，再跳，他很爱跳。30秒，砍他！所以哦，是啊，有人要变那个咯，堕天使攻陷他们，哎呀，堕了分啊！给我们这干嘛？他呛我们，他说你们不会玩，多看看书吧，多学学吧。堕天使降临了，哎，这个要准备战了，我来战，我去攻他们家。嗯，哎，为什么我血只剩五颗星而已？六颗星而已，我挣到了。那你可以吗？我是吸到那个，就变成只剩六颗星了。哎、哦，是那个啊，血之獠牙会扣血，我都忘了。会扣血啊。嗯，双面刃，哦，他们有人有功喽。有。喂，我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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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。牛，真主，牛加速了就好了。哇，真主我要加速，跟不上加速。那个我在你后面。哦，真主你这牛，别算了。牛，那影片呢？牛，就小孩子到老人的笑声啊，憋住不能笑啊。真主你去哪了？真主要在啊！他们应该已经叫堕天了，他们分数有啊，分数负了。嗯，刚刚有的显示。哦，嗯，好刺激！
我不能看团团的生命是零啊。饮下鲜血强化自己，显示错误吧？啊，好痛！召唤恶魔。好痛啊！对呀，天使连灰没有用啊！啊，好痛啊！啊，我死了。失明。我要去买装备，他要站在这里来试一下名了。我要来买装备了。哦，想弄我失明吗？失明，失明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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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失明之源三，再次，哇！他们抢下中间塔了，再次，疯狂失明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要累积一波资金了。我刚刚也想累积。哎、欸，后面，一塔是他们的还是我们？他们有人，我来，喂，钻石装砍他，有攻哦！我知道，我失明他，喂，冲啊！哎，别跑，刮刮别跑啊！没有，很稳很稳。哎呀，他们的一塔都还是我们这里，他没人了。妈，你为什么打自己人？我看到他在摸了哦。有问题哦。我看到他在摸了哦。我要抓哈基斯间谍。他偷回我一下，我还没玩到啦。他偷回我。拿着酒杯砍人，这样感觉不错。召唤恶魔，喂，啊，跟我的恶魔打吧，喂，哇，恶魔真的还蛮猛的，恶魔干掉人了，哦，喂，恶魔其实很痛嘛。天使杖，我需要加速，你要干掉，呵呵呵，恶魔超帅。只是那恶魔的符头颜色，下去后面，怪怪的哦。为什么恶魔符头颜色是红色的？哎，你看这是什么啦？为什么一直丢着给我了？你说那个游戏说明书吗？对啊，他可能是新手教学员吧？对，一直丢，他觉得你不太懂这游戏，他教你。砍哪里啊？新手教学员 PC， 我砍不到他、欸。哦，砍上面一点，再跑啊你！那是快淹死了。我们的地方砍，就 ID 的地方吧。对对对，烧死了。你要砍高一点点。我砍！哎呀，擦一下脸。嗷！我很多人好痛啊！鲜血世界，饮下鲜血，小雨，我们一起饮到一些鲜血了。嗯。会有力量效果。好痛！30秒。好痛！用砍的。多天使回来！我砍！我两下一个，很爽。对，砍他！喂，引他的血！快血！嗯，效果要没了，他那个30秒会加自己跟随机的，还不错。那个，多天使来了，多天使！弓箭！完了，跑出可以吧？你怎么小闹闹？很痛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有人那个上面，倒刺的 bug，、啊、这倒刺的 bug 有点尴尬，站不起来吗？对，你卡住了，是趴在地上吗？有，哎、欸，多天使是我们的人啊，他帮我交灵玩家了，哇，太棒了吧？哎、欸，炮台啊，那种，哎、欸，最后一下，用翘刺，用翘刺，用翘刺，哇！那吸血鬼家里有一个、啊，家里有一个需要翘刺打，在哪里？哇、欸、哇，在一个高塔上面，哇，吸不起来，喂，去买一下烟火，别跑，昨天在这里啊，昨天在家里，现在在教室下，喂，让我吸，西瓜，吸西瓜，我在打西瓜，你好，打死他，你好，打死他。哎，剁碎！干掉一只，哇，血还是比较少。啊啊！站塔喽！游戏币好多。
痛满满的游戏币，可以买，可以去出资啦。是啊，出资哦，买道具。哎，神秘商人面向对面的左边还有边？左边。好。干嘛？斧头有什么好的吗？就只攻击力高哎。哎、欸，很痛哎、欸！穿着鞘刺挥一刀就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他的那个斧头上面写的伤害其实比武器哇好痛还高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因为血治疗啊会扣生命的、啊。珍珠去哪了？走好慢啊！在我这待，我珍珠被抛下，救命！珍珠他们在射珍珠啊！说到珍珠好像要挂了。似乎要挂了，真的要挂啦，挂啦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是了，好，你写感觉很好哎、欸。我把自己摔死。锤是他们在锤吗？我们没得锤，可恶。嗯，我们可以一直让他们看不到。哦、差点死掉，吓死了。对啊，那看不到可以堆叠在一起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你要算时间差，这样差不多三秒。我的意思说，他可以全部放在手上。晒太阳啦！晒太阳啦！晒太阳啦！需要饮血。要被剁了！被剁了！被锤了！被锤了！被锤了！先干掉那堕天使。干不掉，干不掉！要两块钱呐、啊，没钱呐、啊！糟了，来不及啊！躲掉！你这里不对啊！哎，我活着。哎，我也活着。刚好，多等一秒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交给我，上来，上来，还在锤啊！安全，安全，上来，安全，上面安全，上来。好好好，哎，我上不去，我拖太久了。啊！拜拜拜，没关系，我有召唤恶魔，他会帮我的。拜，我看到恶魔在跟他打，我来帮恶魔，恶魔。啊！可恶。恶魔加油！恶魔超猛了！恶魔帮我挡箭，哟，他把我打死了！恶魔把他打死嘞、欸！哇！是恶魔做事啦、啊！阿纪给我两根烟火！啊！你飞出去了！又回来了！阿纪头好痛哦！可以补血，可以补血！啊，谢谢！如果一口气召唤一堆恶魔，不就很可怕？恶魔军团哦，一直游过去，燃烧大军压境。等下存钱买恶魔，存的，满满的恶魔。有人在我们左边，你只剩三滴血，你也太少了吧？我摔下来，这里在这里，你刚刚很孤单，很孤单，我就一个很孤单的珍珠都没有，偶尔的就一个，哦，有西瓜，喂。哎、欸，后面有人在射你，一个一个，看到，我想要吸一口血，我在晃，让我吸一口，好，谢谢，我先走一下，都吸到自己人了，是、啊，那钻石中，来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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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忍者，跳嘛，我自盲了，跳跳跳跳跳跳跳，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，中化毁了，这烂炮兵还是他，明明跳跳忍者。啊，有，这里还要多久？两秒，要好了，要下来了。有人在守家，守我们家。可是我们大家都在外面啊。对啊，没事没事，外面还有人吗？你们可以给我敲，我是一颗星。我们的血没办法给你啊！哎，快音乐快来，音乐快来，音乐快来，剩六秒，五秒。我在外面追其中一个。我替真主报仇。好。后面有啊，多天使。我血超少。你拿的武器，饮血。我永远也有血啊。可是我现在在重生点。哎，别跑，别跑。你的血就是要砍死你们。不能，你血好猛啊！西瓜，砍！我站你一下。喂，哇，冲啊！血太少了，我要买一堆恶魔。
天使不是蜘蛛，珍珠。换你捡到一堆钱。召唤怎么召唤啊？就丢出去了。好。他干嘛要打我？为什么每次都打？可能看你太顺眼。在他们的塔。好痛！哎，好水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给你们加速跑，跑边，刚刚好。No， 我要死了！站到了。哦，怎么？谢谢。